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14日，我们小巨蛋见。南韩人气女团有假爱的日前开心宣布参加本届红白，不过队长小娟昨日传出确诊新冠肺炎， Cube 娱乐发出声明表示，小娟在27日出现喉咙痛的症状，便进行快筛检测，结果显示为阳性，进一步进行 PCR 检查后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而她本身有接种3剂疫苗，所有行程先暂停并遵守防疫规范。而有假爱子原定将参加12月31日的 MBC Girl 大祭典 With Love， 如今确定不能出席，让不少台湾粉丝也担心是否会因此无法来台参加红白演出，纷纷祈祷小娟能早日康复。